同学们，六一节文艺汇演马上就要到了，到时会有很多家长领导来看演出。我们班的腰鼓表演是压轴节目，大家一定要好好排练，要把我们团结协作、朝气蓬勃、奋发向上的精神展示出来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嘿嘿，要要要要要要要，吼吼吼，嚯，嘿嘿嘿。二飞，你能不能好好排练，不要玩枪了？你还占这么大地方，那别人怎么排练？就是啊，我们都没法练了。哼，我都喜欢占这么大地方，你们管不着。涛涛，你把我的腰鼓摔坏了，你得赔我。这下怎么办啊？腰鼓都是每人一个，没有替换的，到时候影响演出怎么办？涛涛把二飞的腰鼓摔坏了，去告诉老师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看，大叔，你们为什么这么辛苦的练腰鼓啊？这里是羊村，明天我们就要跟邻近的藏村比赛腰鼓，谁赢了就能拿到10贯钱的赏金。这么好啊，那我们可以加入吗？我们都会打腰鼓啊。那真是太好了。那我就加入隔壁的赵村，我要带着赵村打败你们羊村。乡亲们，明天就是腰鼓比赛，我的腰鼓啊打得这么好，我们一定能战胜羊村的。我们的动作一定要整齐划一，谁也不能快，谁也不能慢，这样看起来才好看，才有气势。好，这次我来指挥，跟着我的拍子来打鼓。好。1 2 1 2 1 2 1 2。不对，你这只手要这样，脚不要快一点。哎呀，你们怎么这么笨啊？不过不要紧，你们的技艺很差，我的技艺却很高，凭着我的腰鼓技艺，我们赵村一定能取得胜利的。1 2 1 2
这个动作不对，应该是这样。嗯，好，注意节奏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嘿嘿，嘿嘿，淘淘，集中精神，不要分散注意力。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大家一定要整齐，我们都是一个团队，要互相照顾。好，我们继续练习，赢下明天的比赛。好。快看快看，赵村羊村腰鼓比赛正式开始，先请赵村上场。嘿，哈哈，嘿嘿，下面有请羊村。大家记住我的话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动作一定要一致。哎，嘿，哈，哎，嘿，嘿，好。好，羊村的腰鼓表演十分整齐好看，这次比赛是羊村获胜了，这十块钱就奖给羊村。明明是我打腰鼓打得好，这钱为什么奖给羊村？我不服。你的腰鼓确实打得不错，可你忘了，腰鼓是一种团队的表演，需要的是团队协作，观众看的是整体效果，一个人的表演再精彩，也不如团队整齐划一，动作一致来得好看。不过为了表彰你的精彩表演，我就把这只腰鼓送给你作为鼓励奖，好不好？不好了，同学们去找老师，老师马上就到，看到我们弄坏了腰鼓一定会批评我们的。那我们赶紧回去吧。老师，就是淘淘跟二飞打架把腰鼓弄坏了。这个腰鼓好好的，并没有坏呀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全明白了，老师，这是个误会，我们以后一定要团结协作，争取排练出最好的腰鼓表演。你们懂得这个道理最好，赶紧开始你们的排练吧。好。成长的美丽，你的眼睛。